就是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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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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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o, udas pipi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太太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吧？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就这样吧。我念让你迷上。哦，什么？我念让你迷上。不打是比一比。好了，那就让贝贝去晚上去了。
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的？简单的一两个字呢？谁会？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都还没开始上课。没有，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所以我们昨天有七八百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可能我们几率，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道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耆老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的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阿妈，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从哪里嫁过来？我们台东。哦，阿美族啊。哪一乡哪一村的？长滨乡。长滨乡什么村？南竹埔。什么？你们同一个村吗？南竹埔，我们隔壁村。他是什么村？他是永福，我是南竹埔。南湖。我是摩尔诺斯的。他是马。你们住这边是？我们嫁来这边。会讲阿美族话吗？
会啊。那我改我下午来拍你们母语吧。把这边的母语。你们的阿美族的母语，我要放网络上。慢。我说我到时候再拍你们那个阿美族话，我要放网络上。好吧。好。马拉松输了，等一下马拉松的人没有用。好，谢谢谢谢。磨刀怎么讲？啊，磨刀台湾话。磨刀，你这个要跟我姐姐讲。那你要磨刀怎么讲？磨刀怎么讲嘛？打字广义为好。哦，他说打字广义嘛。打字广义。那是我爸爸的名字哦。哦。这个是里脊肉的。这个他们要拿来做那个沙西米的。哦。那你切肉怎么讲？看，基本是能焖。太阳切肉。磨饼。喂。磨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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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怎么讲？辣米棍。辣米棍。谢谢。李瑞，你这打骂真大！这个喊到哪了？大哥，他叫洗猪皮，洗猪皮怎么讲？太阳话，刷猪皮。跟那个我们太阳猪的地瓜，地瓜煮。好好，等我。地瓜煮，你跟他讲说什么？等一下，爸爸，烤肉怎么讲？烤肉，忘记了，好吃怎么讲？不拉你棍呢？好，很香啊。好，不要问我。等下给。啊，这样，嘴巴我看到了。好，谢谢。杜刚嘉宾，杜刚嘉宾，刚问起，
边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国语名字叫白玉翰。太阳名字。太阳名字叫宇浩。哪一组？太阳组。住哪一村？阿华村。哪个国小？阿华国小。几岁？几年级？八岁三年级。好，旁边给他鼓掌一下哦。好，谢谢哈。你会 B-box 哈？那就开始表演哦，海贝，开始。很好。看这边，看这里哦。我你看不看？在这个夜里，你爱我，想要怎样？我爱习惯，到底你会怎么想？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光之后，那道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柳呼吸不能安啦，一道瓦阿米嘎阿皮和佛路，只有那古瓦都卡苏瓦瓦卡皮西路阿你阿尼玛巴四十玫瑰路的流流路卡古玛古瓦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古星啊，白羊几嘞？哪一代呀？姨妈，白羊几嘞？一宿舍外，白羊几嘞？不不来一宿阿苏阳把那把阳给嘞老黑本阿三怎么落寞我要换把油的马路是个浪古人我那啥意思我那啥意思花束发问你那啥意思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太高嘛我再说快一点嘛好什么你是安来好本才能对到底现在还没有放哦我啊今天呢有要不要吃多吃一点啊生的怎么讲啊生的熟的生的怎么讲生的没有熟怎么讲怎么讲的忘记很香怎么讲很香对对对你问他们的香味好好谢谢还有吗的看来你的还有吗有啊有有有诚意啊你要吃一点啊有吃有吃
大哥，那个有没有诚意？太阳话怎么讲？有没有诚意？太阳话没有这个诚，没有这个话。大概类似的讲。因为大族人没有诚意。爸爸，爸爸，爸爸，山楂真的。哦，不是猪肉，要不要喝？不要，不要，你喝了。我刚才烤肉，顺便偷吃一块。半熟的阿叔，半熟的切肉怎么讲啊？太阳话切肉，切啊。烤肉怎么讲？没有这个专业名词呢。有烤肉呢。问一下长老啊，我长期在都市生活。那个烤肉怎么讲？烤肉，你说这个烤这个吗？对对，烤肉。烤肉，对，烤肉就烤肉啊。打样话怎么讲？打样的话，打样的话，烤肉就是。石鸡棍那边怎么讲？烤肉石鸡棍怎么讲过来？没有烤肉，他就没有烤肉，从来没有烤肉。好，六下那个了，没有了吧？有吧？一点点，一点点。那，对，生意太好了，没有办法。这个人来数。可以啊。可以啊。恭喜啊，不给数。真打你了喽！哎呦，他们会打鼓。啊。东边的东，他叫有成的成。肝癌就是肝癌呀，肝癌怎么讲？就是肝癌呀。肝癌太阳话怎么讲？就是肝癌呀。肝癌，那个肝硬化呢？肝硬掉了怎么讲？我肝硬化，肝硬掉怎么讲的？肝硬掉，很久没有了。叫龙龙来喝。那个台语叫没有人，没有人。不要乱讲哦。太阳话怎么讲？不要乱讲哦，我不太懂。没有怎么讲？没有啊？什么？没有，我已经被同化了，我都不太懂。头发怎么？有四年了。他说你头发怎么长到前面？你念哪里？公馆国小在哪里？哦苗，哦你是苗栗来的、啊？你是泰安乡吗？你是泰安乡的吗？我是公馆乡。公馆乡，妈妈跟爸爸都是泰雅族吗？妈妈是泰雅族，爸爸是。爸爸是客家人吗？客家人。哦，妈妈是四季的这边的泰雅族吗？哦。那你呢？哇，妈妈是泰鲁阁，爸爸是四川人。你有没有学泰雅话？那你是什么？泰鲁阁加四川人。你有没有在学校上母语课上泰雅话？所以你也是原住民的。对，等下叔叔问你。所以你们学校有没有教泰雅课？没有。没有啊？我想要参加，但他不给我参加。为什么？哦，你想要参加，他不给你参加。有泰雅课吗？有。哦。你想不想学泰雅话？好，叔叔有机会再去帮你拍哈。好，那我先拍一下沙叔哈。好，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刘怡晨。啊？刘怡晨哦，你很想学泰雅话的。好，谢谢。这是你儿子吗？是啊。我来问一下哦，你现在几岁？十一岁。我十一岁怎么讲？我不知道。那你几岁？十一啊。我十一岁怎么讲？我十一岁哦，十一岁不知道。你几岁？哇，十岁。我十岁怎么讲？我不知道。好来，我是男生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我是男生怎么讲？我不知道，不知道。不要吵，不要吵。我是男生会不会讲？不要讲啊，不知道。会不会？我是男生。会吗？不会。啊？应该没理贵。有正确吗？没理贵。好来哦，我想他给你放上去，你讲什么话就听到了。那个，
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谁会讲？我喜欢吃妈妈煮的菜，谁会讲？妈妈和妈咪。啊？妈妈和吃饭。拉尼滚呀呀，大妈。再讲一次。拉尼滚呀呀，大妈。好，来旁边鼓掌一下啊！尖叫！尖叫好，那个爸爸喜欢上山打猎，谁会讲？爸爸喜欢上山打猎，有没有会讲的？爸爸喜欢上山打猎，有没有会讲的？你会讲吗？不会。把光老门的水漏掉的森林皮给那亚麻的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无言香怎么讲？很香哦。那个姜太太煮那个猪肉很香，我们香。那很高兴嘛，因为今天要有人订那个晚辈要有人订婚结婚了，很高兴，开心。高兴怎么讲？不拉屎量嘛，是不是很开心嘛？高兴要不拉屎量吗？不拉屎量，那个要做多板面那个那个。最新人是这个，这个要做上板面。你会讲一点泰雅话吗？不会，我不是泰雅。是客家闽南吗？没有，就是台湾。啊，闽南人。台湾。哦，闽南人啊。那闽南人那个杀猪台语要怎么讲？台地。台地哈，你有学一点点泰雅话吗？等一下哈，大哥那个。猪泰雅话怎么讲？哦，真的什么都不懂呢。猪怎么讲？我只会讲阿美族的。这两个是下对的新人要多帮忙。小康，他在找你要打。你猪怎么讲？啊？猪泰雅话。米哟。你每天念一次吗？米哟。那个很漂亮怎么讲 ？Beautiful。要用泰雅话。Beautiful。不拉个蛋。几内发来？好，你给你发来一束，给你一次吗？几内发来一束。哦，好，谢谢。你是他的未婚妻吗？没领母。哦，女朋友。哦，好，谢谢。Bullets!
好吃怎么讲？我不会讲。这边有很多老人，你去问，问到了跟我讲，很好吃怎么讲哈？随便问一个老人，你不是要学泰雅话？你看，你看，你都骗我，你说还要学泰雅话？还好苦啊！最厉害的都是这些老人家去问，懂不懂？你等一下随便问到了告诉我哈，有问到再告诉我哈。很好吃跟很香怎么讲哈？啊！你有没有手机？你等一下跟妈妈借手，听这边，听到没有？你跟妈妈借手机哈，手机是不是有录影、录音、照相的功能？你去问一句就录一句，就不会忘记，把它存在电脑。好，谢谢，谢谢。多吃一点，多吃一点。谢谢。用手机去录那个老人家的母语后存起来，你回去就不会忘记，懂不懂？会不会录影？手机录影会不会？你几年级？三年级。那个按 play 录影很快啊，你等一下叫妈妈教你怎么录哈。哦，我知道。那个录下来是不是忘记可以重播？对。是不是这样不忘就忘记？你等一下随便去录十个单字给我看一下哈，借妈妈的手机去录那个旁边老人家的母语。每一个多一点哈。好。哥，陶艺来了吗？在家里。那手机拍照了。我走了。好。弟弟，弟弟，耶一下换。耶。耶，嗯，好，换你耶。不理我，弟弟。耶。后面。你会用那个什么录影功能吗？会。你把它打开。打开那个录影功能哦，录影哦。哇。问一句说，比方说你要去哪里？怎么讲？你要问呢、啊？要讲国语吗？那他问、啊、你问，然后请阿妈翻译给你。看镜头讲话。给他那个叫他到外面。奶奶，那个我要睡觉怎么念？不要那大哥，不要那大哥。我再一两句。啊，我要去，我要出去玩。Vana Ivan Avang. Vana Ivan Avang. 再去。啊，我要去学校怎么念 ？Vaya Magago. Vaya Magago. 好，谢谢奶奶。好，你放给阿妈看一下。好。我要睡觉怎么念 ？Vaya Magago. Vaya Magago. 啊，我要去，我要出去玩。好 ，Kitty， 等一下哈，我刚教你这个有没有很方便？嗯，你拿这个每次回来后，看这里，看这里，拿这个录阿嬷，然后说请阿嬷讲慢一点。哦，你录下去回去就可以一直听，那有时候可以把它存在那个 MP3 听。那存在电脑可以看，或是用平板手机看，有没有？有。你有时候上英文课啦，以后是国文啦、补习都可以用那个录影录音，对吧？知道。那你如果在石门不方便回来后，打电话给阿嬷，或者是用那个 LINE 打电话问，然后问完之后录下来，你就可以重听。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三音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等一下要拿手机去录哦，随便录哈，问什么都可以。问那个眼睛、鼻子、嘴巴，什么都可以。问哥哥可以吗？啊？问哥哥。都可以，问越多不同的人越好，知道吗？多问那个老人家哈。你几岁？
3、4岁哈。我问8个就好了。越多越好。两个我自己问，他自己会叫什么？哆啦 A 梦。比黑叔叔，比黑。大哥，请问一下，那个分猪肉怎么讲太阳话？分猪肉啊，马苏相。马苏相。嗯。那要公平怎么讲？要公平啊。嗯。有的会少一个脚啊，少一个肠子都不公平的。这个会叫会讲，那你？要公平的嘛，像哇，好，好，谢谢。还叫什么？为什么原住民爱喝酒？国宴总统都在喝酒。对对对，酒只是我们喝的不要过量，不要闹事就好了。他会喝。等一下我头痛了，我现在。不会不会，没关系，你先喝一罐。头痛你等下进。没有办法，在我刚喝好几杯。我先给他喝。你等下我载你。袋子怎么讲太阳话？啊？袋子 cup 那个太阳话怎么讲？嘎巴，嘎巴，装起来呢？什么嘎巴吧？对，什么嘎巴了？好，谢谢啊。阿姨，那个分猪肉哈，他们说要公平，要怎么讲？不能少一块肉多一块肉，要公平，要一样。不得什么？你再一次。不得那个马术。不得那个马术。好，谢谢阿姨们，欢喜。吃一块怎么讲？太阳话。你去找别人哦，不要跟我一起从别人。弟弟，你等下帮我问说不要抢怎么讲啊？我觉得那个肉大家会抢。这样抢才好啊，代表大家都。不是我说太阳话怎么讲？不要抢。慢一点。等下帮我问他，问他跟我讲。我爱你。是，我们不是肉啊。抚慰好。先给一下，来，那边还有，这边先给啊。还有过呢。再去一下那边的牌子。没关系，没关系，跟着你，那边还有。妈妈，那是 baby。再看一下。等一下。他比较会讲。你现在几岁？我28岁，那你是蛮会讲的。对啊，那个要问他。我28岁怎么讲？阿古查比鲁沙博西盖说阿我。那如果说那个他长得很帅怎么讲？少哈莱迪马祖。少哈莱迪马祖。很漂亮怎么讲？不吃莱迪马祖。
很女生很活泼，讲三八哈。大概不高吧，多么多么八海。那个跳舞怎么讲？是咩？那如果转圈圈呢？迪拜有。不是扭屁股怎么讲？扭腰。扭屁股。叫扭屁股。叫。那好像用很少这种。有这抖，这抖嘿抖胸怎么讲？你哦。等一下把他受伤，无力啊！阿有没有老人家可以求救？阿妹在抖胸。那我问一句成语哦，你要不要坐进来一点？因为那个反差比较大，阳光会照到。我这样比较好看，我需要阳光。那个鸡飞狗跳，你帮我照四个字照顺序念。小鸟那个飞。乌有那呀，瓦杜。小狗跳跳，喵一跳，啊，那个运动，很壮，怎么讲？你超超啊！那有没有那个肌肉这个字 ？muscle。嗯。马步上一让你啊？马步上一让你。那如果说舌吻跟垃圾可以怎么形容？是马五角，对啊，舌头怎么讲？是马五多，是马。女性用品卫生棉那个怎么形容？那广告很多，这个产品哈。早点。那要怎么讲？我如果用台湾话，我要去买那个产品，我要用台湾话讲那个怎么讲？问那个大。你帮我问一下，那个保险套可以怎么形容比较贴切？形容啊，这种夸张啊。有啊，我上次。啊，就差不多，就是就差不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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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撸九是男生哦，对对对，那女生的怎么讲？估计，估计，哦，那个好事儿，啊是，差不多是回来到撸九，你干嘛买那估计？嗯，好，很夸张的名字。不会，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可以介绍一下吗？我叫林思健。问台湾族名吗？啊，叫思健，我28岁。28岁，稻香大鸟村。大鸟村台湾族话怎么念？巴扎法，对这个，巴扎法。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度沙印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摊开一点啦，比较好看。那个分开一点怎么讲？九杆跟老虎，这很早很早很早，一些路。太开了，总站要发到你那边。
刚才蘑菇从哪里发，总针发到哪里？对。他们两个是干嘛不一样的？一样的肉，一样不一样的人吗？弟弟，
I'm not.